你叫一下，你叫别人，你叫别人。这首歌真的现在很
很红。我知道，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。对啊，那你写一首。我写一首可以啊。对，你不要写几滴几滴。我本来我不要一块一块啦，不要两块两块啦，不要我唔是我写啊。哦。红到买票机，伊着去买万字。嘿。啊，万字实在真趣味。马来西亚红到爆啊，连他的首相听了这首歌下台了，就是这首歌。下台。谢谢我们的罗以琦，来了，所以老朋友哦，因为如果你们在如果有看驼哥的好朋友，只有在新加坡看得到，马来西亚就看不到了啊。就是我刚刚主演了一部连续剧十集哦，驼哥圈现在全部都有了啊。你要看我跟罗以琦那一场戏，也有在里面第九集，全部有九集哦，全部有九集，驼哥看上好棒的了，无讲。